这次换我保护你。我去接个电话。林欣桐，你考虑的时间也是够久的。看来你是不想答应了。我把我的股份都给你，你不就是想要分吗？我把我的股份都给你。嗯，我想要的不只是鸿福，你最想要什么，那我就要毁掉什么。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那我只能毁掉他了。为什么要喝酒啊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好久没有一起喝酒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喝酒吗？你故意把我灌醉，结果你根本没醉，就是在骗我。我可没骗你，我只是说我喝多了，没有说我喝醉了。强词夺理，你就是想占我便宜。要是一开始就选择彻底相信你的话，说不定现在我们已经把池山送进监狱了。放心吧，很快就要结束了。池山已经失去他的一切，等我再拿到他那些证据，不会再有了。秦梦瑶，池山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毁了，留下的都是对你不利的证据。秦梦瑶，之前都是你保护我，这次换我保护你。